只要有念头，无论这个念头是善是恶或者是无忌，无忌就是非善非恶，有念就有造作，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属于造作，有造作就一定有果报，这个命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所以只要有念就有命运，就有数啊。所谓算命看相，能够看得很准确，道理就在这里。那么这个理论与事实，同学们如果读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在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很多遍。那个小册子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不过我们学了佛以后跟从前的眼光心量不一样，过去我们想到命运改造命运多半限于这一生，或者呢是来生，换一句话说没有想到要处理六道轮回，学佛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六道都不是真实的啊，六道都是虚妄的。这样我们才晓得彻底改造命运的方法。从经论里面我们明白改造的道理与事实的真相，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论，总而言之都不出这个题目的范围，但是许多经论里面所说的在理论上固然不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到，或者我们依照这些方法理论去做能不能达到改造的效果，这些确确实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疑问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能够听到的，学佛的人很多。
几个人扭转了自己的命运，几个人如同经典上所说的殊胜的效果呢？这些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不在理论，理论是决定正确，原因也不在方法，到底在哪里呢？佛说得很清楚，在我们自己有业障障碍了我们的修行，于是也障碍了殊胜的效果。那么业障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名词它的含义要搞清楚。业就是造作啊，我们正当造作的时候称它叫做事业啊，你在造的是什么事，这个事情结果就叫做业。而这个业呢，一定起障碍的作用啊。那么它障碍的是什么？障碍自信啊。佛门里面常讲啊，心性，心性我们也听得很多，听得很习惯，但是对这个名称的含义总是含糊笼统而不是很清楚。这样的修学也会发生障碍，所以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性简单的讲，就是真心，就是本性，真心本性。是一桩事情，真心是清净心，本性是平等性。我们今天对人、对事、对物，这个心里头有不平，这就是我们性德有了障碍。本来是平等性的，现在我们见到都不平啊，这就有障碍了。我们心里面有污染，哪些污染呢？最明显的贪嗔痴慢烦恼啊，烦恼是清净心上的污染。于是我们的命运呢，本来是绝佳的命运，是最殊胜的命运，现在把我们的好运呢变成了坏运，
这个坏运呢就搞六道轮回了，啊，好运就成佛成菩萨了，啊，再把本性呢变成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好在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明白了，我们所变的只是现象而已，而本性并没有随着现象而改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安慰的。现象有十法界，可是心性里面没有十法界，这个诸位要知道，十法界是我们迷了、污染了之后才产生这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佛说的它是幻象，它不是真实的，就像《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这个虚妄相呢，十法界都不出这个定律，十法界里面包括佛法界，佛法界也是虚妄而不实在，也许我们听到这个会疑惑了，怎么佛也是虚妄的呢？对，设法界的佛是相对当中所说的佛，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相对的就不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的佛在经上也说佛，于是乎这个佛呢，天台家讲啊，佛有四种佛了，这个教有四教，藏通别圆呐，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都是设法界的，不是真实。真实的呢，只有圆教的佛。圆教佛呢，不属于设法界的，不属于佛这个设法界，那属于什么呢？大乘经上所讲的一真法界，超越了。一真法界那才是真的，那个不是虚妄的，一真法界以下的十法界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这是迷了以后啊发生的这些现象。佛教给我们，我们只要破迷自然就开悟了，破迷破除十法界的迷情，这个样子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这是真正改造命运，彻底改造命运，究竟改造命运。
唯佛在大乘经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大乘经典很多，方法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目标。可是就事而论，我们每个人业障习气不相同，于是乎修行呢就有难易的差别。课时而论，要想真正达到我们修学的目标，必须在一生当中成就。我这一生不成就，我还希望到来生，来生不成就再想到后生。这个修行方法非常渺茫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修都曾经经历这个历程，正如同佛在《无量寿经》上为我们说的，我们学佛，我们修行，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啊！啊，也许同修说，我接触佛法还不久啊，啊，刚刚接触啊。刚刚接触，你就能在此地坐上两个钟点，那太稀有了。这一生刚刚接触，你过去生中接触过，这是我们佛法里面讲，你有树根，你有续因，你过去是有这个因，过去生还有过去生，确实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我们都曾经接触过佛法，都曾经过修学佛法，但是都没有成就，那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一生不成还有来生，来生不成还有后生。从来就没有想到我要在一生当中成就，一生当中成就可能吗？决定可能。大乘经上所说的都是一生成就啊，像华严经善财童子代表的一生成就，法华经上龙女代表的一生成就，这是实的。大慈大悲为我们开示的这个法门，然而我们确确实实不是这个
这个善财浓郁的根性啊，我们的业障习气非常深重啊，也就是说明他们在一生当中能断烦恼，能断妄想。我们有没有能力断烦恼断妄想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能力，那就是我们的业障太重了。于是乎，那些法门在理论上方法上虽然都不成问题，我们修学却有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啊，我们才在经典里面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法门，这就是净土法门。这个法门它究竟特别在哪里？它不要断烦恼，不要断妄想啊，也能成就。不但能成就，而且成就的比那些这个一生当中断烦恼断妄想的人啊还要来得高，还要来得殊胜。这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啊，这个难信不是普通的人难信，是菩萨难信，声闻缘觉难信。研究教理的这些大德们难信，可是这个法门是佛说的，决定不是假的。佛为我们开显这个法门，到今天3000多年，在历代中外的学生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成就的人很多，有的我们亲眼看见，有的我们亲耳所听到的，决定不是假的。像近代天台宗的大德谭虚老法师，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善知识，他老人家这个佛七当中开示的这个录音带，我们此地还有一个。念佛论这个小册子是谭老法师讲开示，大光法师记录，幕后他举出4位往生的定居啊，一位出家的修无师，这是在哈尔滨极乐寺往生的。在山东青岛占山寺
有一位女居士姓张，有一位男居士郑其斌居士和他的弟弟，这是老法师亲眼所见的啊。他说了，他一生当中亲眼所见，欲知实质，没有生病啊，走得很自在的，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他看到二十多个人，亲眼看到的啊，听说的呢那就多了，那就不止这个二三十个，就不止啊，亲眼看到的二十多个人。古时候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里面太多太多了啊，那是有人记下来的，没有人记下来的，在我想想比这个不晓得超过多少倍呀，没人记呀啊，这是有人记下来，可见的这个法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呢难信，容易修啊，叫易行道啊。如果我们依据这个理论与方法来修学，那是彻底改造命运，究竟圆满的改造啊。也许大家也问了，那我们现前我们生活环境会不会能够改得好一点呢？大家想想，那个彻底究竟圆满的改造，现在环境怎能不好呢？啊，怎能不自在不美满呢？啊，幸福美满呢，这才是真实的呀，而不是像了凡先生啊，这个四训里面所讲的那个，实在说，那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它不是根本的，不是彻底啊。我们今天找到这个方法了，比他那个殊胜太多了。这是我们一生无比的幸运，真如古人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了。遇到了要能信能愿能行，我们才能真正的达到我们改造命运的目标。如果遇到了半信半疑，没有切愿，不能认真修行，那么这一生还是空过。世法里面，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一个环境啊，
史学家里面所讲的乱世啊，天下大乱，怎么乱的呢？我们冷静地去探讨这个动乱的根源，实实在在就是近代人极力所主张所提倡的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开放的后果就是天下大乱，这个现在已经浮在表面上，大家能看到了。为什么呢？人人都可以去胡思乱想，人人都可以胡作妄为，没有人干涉，自由吗？民主吗？这是动乱的根源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果是大家在思想见解上无所适从。个个人都自以为是，这还得了吗？中国在这个世界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正的价值就是良好的教育制度，教学的思想，中国从汉武帝以儒家孔孟的学说作为教育国民的中心，一直到清朝，还是沉船这一个教育的思想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啊，那就是孔孟的教育，共同的标准。我们今天讲建立共识啊，全民的共识。佛法到中国也是在汉朝啊，在后汉永明时期。距离汉武帝不远，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它基本的概念跟儒家可以说完全相同，而在理论方法上比儒家还要来得精细，还要来得透彻，这样很快就被中国朝野所接受，在中国发扬光大。于是乎，中国人的标准，儒佛的标准，
虽然这么多年来当中啊有改朝换代，有动乱，但是这个动乱的范围不大，时间不长，啊，很快就结束了，又恢复到安定。啊，所以诸位仔细去看中国的历史，很可贵呀。啊，这历史的经验，啊，一定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要建立共识。使这个社会能够安定，世界能和平，人人都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到了近代了，儒家不要了，要打倒孔家店了，佛法也不要了，佛法是迷信啊，不去研究它，不去了解它，更把它戴一个迷信的帽子，也要把它推翻。啊，这个是幸福美满的标准没有了。啊，胡思乱想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邪知邪见啊。邪知邪见充满了这个社会，这个社会还会好吗？这在世法里面讲，这涉及到相当高深的学问，不是几句话、几个小时就能够讲清楚的，啊，能够讲明白的。我们很幸运，能生在中国。很幸运的能够接触到中国，尤其接触到佛陀的教育，啊，使我们对于现象事实能有少许的理解。我们知道入佛教训之可贵，肯定它的价值，认真去修学，我们自己一定得到受用。这个受用，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幸福快乐。我们自己得到了，真正得到了，这才有信心。把自己所得到的介绍给别人，啊，只要他能够相信，他能够接受，啊，我们就应当介绍给他，推荐给他，啊，使人人在一生当中都能成就幸福美满。
这个就是如与佛教化众生精神目的之所在。所以理不能不明啊，明理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破无明啊，破无明是明理啊。修养不能不认真，修养就是佛所讲的断烦恼啊。我们一般人断烦恼很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他的妄想执着放不下啊。妄想执着为什么放不下呢？理论与事实没搞清楚啊。理论与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你不叫他放下他自然放下。为什么呢？放下快乐啊，放下幸福啊，啊，这个不必勉强，自然就放下了。像我这一次在新加坡遇到一个同学。他是经商的，生意做得不错啊，规模也很大啊，但是非常辛苦啊。这个几年学佛了，天天在听这个录音带，明白一些道理啊，知道这么辛苦没有意义啊。他放下了，他把他公司的股份分给他一些干部，无条件的分给大家。本来公司是他一个人的，现在一分呢，公司就变成大家的。于是乎他告诉我，他说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努力，哎，从前是要读书劝的，现在不要了，现在他们各个人自己过，他就轻松了，就快乐了。这个对的呀，从前人为什么不肯认真去做呢？替你做的，替老板做的嘛。现在为什么认真做呢？哎，自己为利益，为自己做的了，他就能放下，能放下就快乐啊。这个就是布施啊。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按照佛法的理论上说，你尽量去丢，丢得掉吗？丢不掉，越丢越多啊，越不使越多啊。你命里面没有，你想尽方法保全，保不住啊，会漏掉的。这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肯放下？啊，现生意自己可以很轻松很愉快给大家去经营去，不必照顾啊，他们那些人自己会照顾啊。这他对佛法一点理解了啊，肯施能施啊。从前这些人是你的员工，现在这些人个个都是老板，你不是他，人家受你的恩惠，不会忘记的。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才肯干了，要不然一般人他不肯干了啊，那个数字也不小啊，后美金都是几千万的，他能够放下。Thank you.
嗯，啊，这个就是会享福的人，这就叫改造命运的。啊，人有那么多钱，一生呢被这些钱压死了，被这些钱挤死了，你说这种人多可怜。随着是真正得佛法的好处，他明白了，啊，他觉悟了，啊，他一生所受用的不会缺乏了，钱再多一天也只吃三餐饭呢，也只睡六尺床啊，你还能有什么享受呢？啊，你在这一生当中布施的越多，受你恩惠的人越多，那才叫真快乐啊！啊，换一句话说，社会跟大众对你的报偿也越多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一生当中的幸福美满啊。那么理论我们有了，方法也有了，现在在我们面前重要的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三个条件，叫三思量，信愿行。我们真正相信，真正愿意，真正去照做，这才行啊。舍得这个成语是出在佛经上的，唯有舍你才真正能得到，你得到不想舍不肯舍，你决定得不到啊。所以你要想得到的，你就尽量的舍，舍后面就得到啊，不肯舍是决定得不到的。那么我们今世所有的是过去世前世所舍的那个果报，如果你说你的智慧很高，你的方法很巧妙，运气很好，这社会上智慧比你高的人多，手段比你巧的人也多，运气比你好的人也多，为什么他们不发财呢？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一生富贵通达了，不是智慧，也不是巧妙，也不是运气，它有前因后果，它有因果的关系啊。前世有这个因，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再能修因，那后面果报一定更殊胜，这是正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所谓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要想世间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当先要去对待别人。我们希望社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应当先要为社会去造福。
才符合改造的原理与方法。违背这个原则，决定是反面的结果。如跟佛教给我们改造的方法都相当的具体，这是我们一定要重视的。儒家教我们守礼，佛教我们持戒，那么换一句话说，礼与戒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守法、守规矩。古代的礼与佛所制定的戒律我们要明白它的精神，它的意义之所在。因为过去那个时代生活方式跟我们现在完全不相同，意识形态也不一样，所以那些戒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在讲是不适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精神啊，它的意义，根据它的精神重新修订条文，就好像世间法律乃至于国家的宪法，过个若干年他要修订一次。为什么修订呢？就是现在这个社会跟过去几年呢不一样，条文有很多不适用，法律的条文要修订啊。戒律里面那些条文也要根据它的原理原则，原理原则不能变，条文是可以修订的，解释是可以变更的，所以法律解释有大法官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它有不同的解释譬如我们佛家的根本戒，这个根本戒只有五条实际上只有四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只有四条，这叫根本戒。这个四条戒条文呢是不能改变的，但是解释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小乘的解释跟大乘人的解释就不一样同样的条文解释不相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由此可知戒律的条文都是活活泼泼而不是死的。学佛
界是非常重要。在最近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新出家的同修有十位啊，所以这次参加受戒有十个人啊。回来之后跟我见了面，我就告诉他持戒的重要，比丘戒是得不到的啊，这是从前藕益大师说过的啊。藕益大师告诉我，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比丘戒一定要真正的比丘来传授，至少要五个人，五比丘才能传戒啊。南宋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比丘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菩萨有啊，沙弥有，因为菩萨戒跟沙弥戒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发愿来受持，都能够得戒啊。唯独比丘戒一定要五比丘才能够传授的。